当十二星座被分手，双鱼座，我们分手吧。渣男骗子，给我有多远滚多远。水瓶座，我们分。你闭嘴，我先说，我们分手吧。记住，是我先耍的你。摩羯座，我们分手吧。我同意，谈恋爱实在太耽误我工作了，我晚上还要加班，再见。处女座，没有我你怎么办呢？你的眼泪谁为你擦干？谁夜晚安慰你心烦？谁帮你解决困难？我受不了了。你别笑。天蝎座，我们分手吧。你是不是喜欢上别人了？那个人是谁？让他出来跟我决一死战。狮子座，你这是要造反呢？我再给你一次组织语言的机会，说还分不分了？不分了。别笑。天秤座，为什么要和我分手？难道天底下还有人比我更帅吗？不，这不可能。双子座，我们分手吧。喂，小丽，晚上有没有空？爷们，我操，无情。不同级别的十二星座，初级金牛座，变有钱，我变有钱。高级金牛座，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，比方说我先挣他一个亿。超级金牛座，我从来没碰过钱，我对钱没有兴趣，对钱没有兴趣。初级天蝎座，高级天蝎座，超级天蝎座。当男朋友不回信息，十二星座的反应。白羊座，胆子不小啊，这么久还不回我的消息，等你回来一定让你尝尝我砂锅打拳头的滋味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我打，我操，无情。处女座，居然不回我的消息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微信拉黑，电话拉黑，邮件拉黑。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渣男拉黑。哎呦我的妈。双鱼座，姐妹不要难过，我讲个笑话给你听。一分钟后，亲爱的，我回来了。我跟这里面的姐妹聊得正欢呢，你自己一边玩去。我太难了。假如时间可以静止，摩羯座，这些作业下课前必须做完，做不完不准放学。小菜一碟，时间静止，解除。老师，我作业做完了，先放学回家了，拜拜。金牛座，妈，我想吃雪糕。快吃饭了，还吃什么雪糕？时间静止，解除。妈妈，可以开饭了吗？嗯，你别笑。